嗱，我今次咧係會繼續講到咧點樣加強我哋愛主耶穌嘅心，點樣能夠更容易經歷聖靈，並且成日活在神嘅愛中。咁我已經講咗幾堂噶啦，咁我今堂咧係總括翻一啲我講過嘢，並且係講到點樣嘅方法。咁我希望大家咧，即係你真係用心去裝載，並且去做，將呢樣做。當你知道神咁好，我哋真係去做，真係睇到神咁美好嘅。 咁我又講到幾個要點啊！第一個要點咧就係我哋整個生命嘅神嘅手中，成個生命神係創造萬物，亦都創造我哋。我哋係為佢而做嘅，越跟從神一齊讀下下面，越跟從神越蒙福，越逃避越艱難。即係有啲人就以為我會逃避，即係某啲嘢啊要做乜咧我就逃，有益處咧我就去。咁啊以為最醒目啦，即係但係咧其實咧喺神裏面咧，我哋永遠唔會叻過神嘅。 你會唔會叻過神咧？冇可能，神係知道嘅，即係冇走雞嘅。所以咧，我哋記住一樣嘢，神既然係全能，我哋信神，我問我好多時同人傾嘅，你信唔信神係全能啊？信，但係硬係咧覺得咧，我仲可以犯罪都冇乜所謂，我唔跟從神都冇乜所謂。咁所以我哋深信一樣嘢就係話，越跟從神越蒙福，越唔跟從神咧係越慘嘅。 好多人揾我咧，都係哎呀好多困難。嗰啲人都係同神嘅關係有困難嘅。我見到嗰啲同神關係好嘅人咧，都成日蒙福嘅。我真係成日都蒙福。你永遠喺我口中聽唔到話，哎呀好慘啊，哎呀好攰啊，哎呀呢排唔知點樣。你永遠見到我咧，都係永遠都係智慧勃勃，永遠都有能力嘅，即係喺神裏面啦，永遠都係向前嘅。嗱呢個經文係非常重要，希望大家記得《哥羅西書》1章16節。 最重要係後最後嗰兩行喺一齊讀啊！一概都是藉着他做的，又是為他做的。嗱呢個以前我哋之前已經講過呢個經文㗎啦，我哋即係簡略講，我哋係藉着耶穌而做，係為佢而做啊，係為咗耶穌而做。嗱我用一個例子，譬如呢一個遙控啊，呢個遙控咧就係可以我喺度控制呢個PowerPoint。 如果我買咗呢個遙控，發覺唔用得，我一定退貨，係咪？因為呢樣嘢咧就係為咗客人而做嘅，就係能夠達到客人想要嘅呢樣嘢，就係控制呢個 PowerPoint， 控制佢向前向後。但係當呢樣嘢做唔到嘅時候，自然嗰人就買咗佢話：唔得喎，我唔要啦！如果公司出呢個，全部都要退貨。咁我哋嘅神做，我哋都係為咗佢而做嘅。 但你每日為佢而做，好似係佢好自私喎。其實神係好好嘅。你越行喺佢路咧，你越得福嘅，因為你越行喺佢裏面咧，你越輕省，越平安，越有神嘅愛，你成個人都輕鬆嘅。我真係越嚟越輕鬆嘅，我成日都輕鬆，我成日都享受。我享受同人一齊，我亦都享受，唔係同人一齊。我點解唔係享受同人一齊咧？當我一個人嘅時候咧，咁我咧黑埋眼咧，係成身都舒服到不得了嘅。 成日咧都可以喺喜樂平安之中，係任何時間都係咁好嘅。我同人一齊，我又好開心啊！我又能夠去祝福別人，我唔同人一齊，我又可以享受嘅。即係我整個生命都係為神而活嘅時候咧，我成個生命都蒙福。所以我希望大家記得，你係好似呢個咁嘅儀器。如果你俾為咗神而做，但係你神一撳啊，喂唔該你喐下，你又唔喐啊，神就冇得退貨㗎。 神就好有耐性嘅，佢不斷感動你，但係感動幾廿年都係咁樣，都係唔喐嘅時候咧，神就喺你心裏面，佢唔能夠入去你裏面啊，佢唔入去咧，嗰啲恩典就唔嚟。神嘅恩典係咁嘅，神嘅恩典係要跟住佢一齊先有嘅。嗱呢個咁你明白咧，就會你就會明白啦。即係意思咁啊，即係有啲人以為神俾我咪有咯。 但係神嘅恩典係要佢同你一齊先有嘅，你同佢有親密關係，你就越多；越同佢一齊嘅親密關係咧，你就越樣樣都好嘅。即係其實我讓佢數啦，我都覺得好奇妙，好奇妙嘅。我而家仲爭，睇先，仲爭10個月我就可以搭2蚊嘅車啦，仲爭10個月我都係倒數，有時都幾有，即係我又唔係真係好想快啲，我即係我希望佢時間停留，我希望時間停留。 但係咧，我同啲人一齊，有啲同學啊，有啲其他人，佢呢字你睇到啊？係啊，睇到啊？點睇唔到咧？即係睇到喎，真係。
又唔使戴近視眼鏡，又唔使戴遠視眼鏡，又可以咁有能力打波，又學嘢又好快，學乜嘢都快，你都可以噶。咁你話葉牧師真係唔係咁容易喎？唔緊要嘅，你而家有個狀況，你肯跟從神咧，你越行神嘅路，神佢就會入嚟咧就帶住恩典啊！呢句上我希望大家記得。神的恩典不是就到給你的，你一起說，神的恩典不是就到的，是祂進來呢，祂就帶了恩典來了，祂進來呢，就帶了恩典，祂跟你一起，你的恩典就來到，所以我們親近神，神的恩典就來到了，我們就為基督而受造的，而且神呢做了所有事都是為了我們，又為了基督，神做其實很漂亮，不過這個世界已經是摧殘得很重要，但都依然仍舊是很漂亮的，譬如你看這個鋼琴面的花啊，都是很漂亮的，即是都是神所創造，你發覺很多裝飾都是用神所做的花來到裝飾的，即是神所做的實際真的很漂亮的，記實這件事就沒有走雞的，你不走得離開神的手指罅的，記實沒有得走雞，你不要以為你犯罪或者你不聽神話你有得走雞，是沒有得走雞的，你一起說一下，沒有得走雞的，你不可以走逃離神的手的，詩篇139篇第七節，我往哪裡去躲避你的靈，我往哪裡逃躲避你的言，是走不掉的，所以你聽神話就最好最好，你就必定蒙福的，即是現在我第一講的就是說神掌管一切，跟從別神不跟從神呢，受苦就加增，必然的，你不聽神的話，因為呢，為什麼呢，因為神是忌邪，祂不喜歡邪靈，祂不喜歡人不跟從神的，詩篇16篇4節一起讀，凡經文一起讀，以別神代替耶和華的，他們的仇苦必加增，一定越來越多仇苦，所以第一就是深信神一定是掌管一切，所以不要 逃避在祂裡面，越在祂裡面越好的，還有 他也掌管你的前路，人很怕，很多人都很怕死了，不知道我前路怎樣，所以很多人會去占卜，他怕自己的前路怎樣，就算基督徒都很多很怕死了，第時嫁不出怎麼辦呢，第時冇工作點算咧，就好多擔心。但係聖經講到咧，詩篇139篇16-18節，你所一齊讀啊，你所定的日子，我尚未到日，你都寫在你的冊上了。神啊，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寶貴，其數何等眾多，我又數點比海沙更多。就已經寫在冊上，寫在天上噶啦，寫在天上必然最好，並且係冇人能夠改變，魔鬼唔能改變。嗱，好多人成日同我講，喂，魔鬼今日又攻擊我啦。緊要嘅攻擊，佢都攞唔到，改變唔到神嘅計劃。你深信呢樣嘢得噶。好多人又話死啦，今日有攻擊，只要你聽話就得噶，你唔好俾魔鬼攻擊就得噶。只要你聽話，魔鬼係搞唔到你嘅。你親近神，信靠神，個心裏面唔好話，哎呀又慘啦。心裏唔好有呢個意念，唔好話又慘啦。而神一定幫到我，有困難，神一定幫到我嘅。譬如有咩事，有咩病，我唔會話魔鬼攻擊我。我病啫嘛，咁啊親近神啦，依靠神啦，咪又會好翻噶，即係唔使咁擔心嘅，唔使咁驚，覺得魔鬼又嚟攻擊啦。即係前面啲第一點咧，就係話神係掌管一切。好啦，第二點一齊讀啊！神祝福信靠親近和遵從他嘅人，神一定祝福嘅。你聽神話一定祝福，咁所以呢個咧係俾我哋嘅動力啦。點解我哋應該係愛神？點解全心全意同神有密切嘅關係？這個經文大家應該很熟悉了，馬太6:33，你們要先求他的國和他的義，這些東西都要加給你們，都要加給你們，你想不想要很多福氣？你想要你先求他的國和他的義，這一切加給你，當我們不求神的國，不求神的義，不親近神的時候，我們的生命就會越來越多問題，越來越多困難，你就會很多很多東西得不到的，但是當你先求他的國，這些一切都會加給你，我真的覺得越來越多東西加給我，我覺得很特別，就是我能夠有機會祝福很多人，這個已經是福氣，雖然好像我是付出，但是我付出是記在我的帳上，而神又給我能夠去付出，是神的恩典，是神的禮物。好了，第三就是神是超越人的，沒有人好像神那麼好的，神是超越人的，記不記得先，第一點是什麼？神掌管一切，掌管一切的。第二呢，你跟從神，神一定祝福的。第三呢，就是神超越人的。你見到人不好呢，你就想到神的完美了，即是所有人的不好，譬如人會指控，
但係神咧，當彼得正要否認耶穌三次，耶穌同佢講説話係真係咧係好好嘅，大家記住就係話，耶穌話咩咧？我已經為你祈求，叫你不至於失了信心。你回頭以後要堅固你嘅弟兄啊！耶穌好正面啊！耶穌冇話到你真衰啦，彼得，你跟咗我三年，你仲係要否認我？你咧真係冇盼望，你真係咧冇用噶。我點樣將教會交喺你嘅手中咧？嗱，如果人就會咁樣樣啦，但係神唔係咁樣樣啊！神係神亦都知道人人都有問題。嗱，好多人都同我講：哎呀，我又犯咗罪。咁神就俾我意念啦。佢話：你話犯咗罪有咩出奇啫？即係好多人犯咗罪就覺得好慘啦，好弱啦。神話：你犯咗罪有咩出奇啫？我成日都見到人犯罪嘅。不過你犯咗罪即刻悔改咧，我就好歡喜噶啦。其實呢樣嘢，你犯咗罪唔出奇嘅，唔係代表我哋繼續犯罪。但係當你犯罪一悔改咧，神就好歡喜噶啦。我哋一齊講啊！當我哋犯咗罪，我哋悔改咧，神就好歡喜噶啦。所以犯咗罪咧，唔好繼續。哎呀，好慘好慘啊！我好軟弱。你就話神一定赦免我，求耶穌赦免我，神就赦免。嗱，當然我哋赦免之後，我哋就憎恨罪，因為罪係破壞嘅。罪咧喺神眼中咧就好似乜嘢咧？好似我哋見到大便嘅感覺。神係唔中意嘅，神係恨惡嘅。所以咧，你當你喺罪中咧，神就唔能夠親近你，佢就唔能夠祝福你嘅。咁你就神啊，我要離開呢啲一切嘅罪。所以子紅離開。亦都自己唔喺罪中，或者嗱呢個細路仔嗰種反叛啊，係有人話佢反叛性啊，或者低沉啊、貪錢啊、講閒話啊，或者妒忌啊，呢個小朋友妒忌佢嘅細佬或者細妹啊，而家媽咪錫佢多啲啦，佢心咧好唔中意。即係無論我哋乜嘢嘢咧，其實咧都睇到呢啲唔好咧，就睇到神嘅好啦。咁啊點解神嘅好咧？神是永遠不會用反叛的方法對待我們，永遠是我們反叛祂依然祝福的。當我們低沉的時候，神永遠不會低沉，神會哎呀慘了，哎呀怎麼幫這些人啊。以色列人很不聽神話，神警告他們很多，但是神經常都說你回來吧，回來到我那裡就有生命了。即是神永遠都是正面的，神就給我這個性格經常都是正面的，永遠都不會講負面的。因為點解咧？我知道好深信神一定祝福，所以喺我裏面咧，我係唔會去一有諗負面，即刻我就會將佢刪除，即刻成日都話神一定幫助嘅，神又永遠都係正面嘅。嗱，神咧唔貪財，耶穌嚟到世界上，佢係好貧窮嘅，在世界上嘅時候，但係耶穌係將好多財富俾人，俾邊啲人咧？願意奉獻、願意幫人嘅人，神就將財富賜俾你，讓你有能力去幫助別人。閒話，神不會去猛咁講你咩唔好嘅。神見到你嗱講閒話咩意思啦？譬如假設呢個代表一個人啊唔好啦，咁人咧就會中意講句啲閒話啦，就講俾第二個人聽，等第二個人都覺得佢好衰。呢、這個就係人嘅心啊！人見到人衰咧，就想人哋都覺得佢衰，但係神唔係咁嘅。神永遠都話呢、這個人唔好，但我想提升你，我想幫你，你聽我話啦，你嘅生命就提升嘅。即神會用閒話的方法，神係會提升嘅。神又唔會嗱，神會記邪，但係咧，神咧係唔會好似人嫉妒嗰種嘅，好似偏愛人或者控制人。神咧係個個都愛嘅，神係凡事都祝福，每一個人都祝福嘅。咁你其實諗多啲神嘅好，我成日都諗神嘅好嘅。當人對我唔好嘅時候，有時人發猛震，我感謝神，神會對我發猛震嘅。有時人會講啲説話好負面，感謝神，神會講負面嘅嘢。有時咧，有啲人你想去幫佢幫你，但係咧佢可能佢幫你嘅時候，可能出啲負面嘅説話，但係神永遠都唔會嘅，神係好歡喜嘅，成日都好正面嘅。所以我越睇人嘅唔好咧，我就睇到神嘅好；我睇到人嘅好咧，我又更加睇到神嘅好喎。咁我見到你哋中間係有好多好嘅嘢，我又好歡喜嘅喎，好開心嘅，我開心能夠呢度有呢個課程，我免費祝福你，我又好開心喎。神又將好多福氣俾我，神而家一路為我開路。其實你哋同我一齊咧，係對我都係祝福我。點解咧？我能夠去幫助到呢啲嘅宣教地方啊！如果我自己去咧，我能夠幫佢哋數目少啊，但加上你哋嘅奉獻咧，我哋幫佢咧係有一種影響力啊。咁所以咧，你同我一齊同工咧，我覺得係非常好。但我最希望你哋都一齊去做，希望將來興起到一啲人好似我咁樣，咩都做到嘅，領敬拜又得，為人祈禱又得，講道又得，訓練又得，甚至興起牧師傳道人都得嘅。神都
神想用你嘅，只要你願意嘅話，一步步提升，我係樂意。任何一個人想俾神用，我係最被呢一種人吸引嘅。吸引嘅意思即係話，我會更加用時間去幫你嘅。我見到有人願意俾神用咧，我就好開心嘅，我就會特登揾時間去幫你噶啦。即係我被咩人吸引咧，就係一啲愛神嘅人願意俾神使用嘅，我就會用心機喺你身上嘅。我希望你都係會願意將生命俾耶穌，因為睇到神嘅美好啊。好啦，第四啊，從神嘅作為睇到神嘅奇妙啦。即係以上我所講都係講到嗱，第一就係冇走雞嘅，神係掌管一切嘅。第二咧，跟從神係必定蒙福嘅。第三咧，就係從人嘅負面或者人嘅正面睇到神嘅美好。第四咧，就係從神嘅作為睇到神嘅奇妙啊！嗱，當我哋每一樣嘢嘅時候都有回應喎，即係每一樣關於聖經教導都有回應。譬如第一，關於神係掌管一切，所以佢掌管一切，我就將我主權交俾佢，佢就會帶領我，就會祝福我，佢嘅計劃最好嘅。咁第二，我先求佢嘅國，佢就會祝福我。咁嘅時候我就全心去跟從佢啦，全心行神嘅路。我希望大家都係咁回應喎。咁第三咧，啱就講到人嘅唔好，我就睇到神嘅好。於是我就好中意神啦，我係好中意神。我見到神咧，我諗到神我就歡喜嘅。你諗到神會唔會歡喜咧？我一諗到就歡喜嘅。我曾經認識一啲人，哇！你多啲感謝神啦。佢話我諗唔到感謝神。我話點解咧？佢話我好多困難，但好多困難嘅人。有可能佢親近神少，所以佢得到神嘅祝福唔多，同埋佢有好多煩惱，所以佢生活好多困難，所以佢越困難，佢越唔感謝就越有困難。有一次我去到一個聚會，喺個聚會講到講聚會嘅時候，有一個人佢哋帶咗嚟係癌症末期，我一路講佢喺度好辛苦。咁咧，然後咧。我就為人祈禱，因為我知道如果為祈禱要時間啊嘛，咁我就叫其他人為佢祈禱，我就為全部其他人祈禱，祈曬先到佢。咁佢已經痛到咧入咗房，佢哋將佢帶入房。咁我就同佢祈禱，我祈完禱嘅時候，我問佢話：我話我祈完禱為你祈禱，你覺得點啊？佢話覺得舒服咗喎。我話咁好啦，即刻係正面喎，即刻睇到神嘅恩典喎。嗱，你多謝神啦咁，佢即刻多謝神。咁樣多謝神之後，我問佢：你而家我點啊？而家唔痛啦。嗰即刻叫佢出嚟，去前面分享。嗰啲人都好奇怪，因為成個聚會啊，哎呀，成個聚會咁啊。但係當佢一經歷神嘅恩典，佢即刻感謝神咧，神嘅祝福就大。所以有時我做釋放，我叫佢哋：你試下喜樂，有咩喜樂咧？嗱，你就算冇喜樂嘅靈啦，你都好，你就哇！神創造咁多，感謝耶穌，哈利路亞。咁都可以釋放我，因為神咁愛我，哈利路亞！咁你又開心咧，你又開心嘅加上又會信心啊，神會幫我嘅，於是咧神嘅祝福越大，所以我希望大家睇到神嘅好咧就係、是、神啊，你真係好到不得了，我真係要感激你，我真係要享受你，神嘅祝福就會嚟到你身上。希望你成日都係咁嘅，我成日都係咁嘅，我成日咧我都係成日都會諗到神嘅美好嘅。馬可福音十章十八節。一起讀一下，除了神一位之外，再沒有良善的，因為有人跟耶穌說良善的夫子，然後耶穌就說，除了神一位之外，還有哪位是良善？其實耶穌是暗示，如果你真的見到我是完美的良善，我就是神來的，其實，但是他就是說，有哪個是良善？即是世界上，其實人人都一定有不好的地方。雖然我現在這麼祝福人，但我可以告訴大家知，我以前曾經有很多不好的意念，曾經有很多罪的意念，但神現在改變我。那是不是我現在沒有了呢？不是的，不過他一有我立刻處理，有時都會有些不好意念出來，我立刻處理，即是我本質都不是良善的，有良善但也有罪惡在裡面。這個有沒有一個人是全部是良善的？有沒有一個？冇啊，個個都冇，但係神嘅良善。咁你意思咧就話，神啊，你真係好，你咁良善真係好，即係希望大家都嘅，好似小朋友咁回應。咁嘅時候咧，你就會好歡喜神啦。你聽完我講，會唔會好歡喜神啊？哈利路亞！希望大家咧成日都好歡喜神。嗱，每天從不同嘅事物揾到神嘅恩典，睇到人嘅愛啊，人真係神將愛放喺人嘅裏面真係好啦，因為神就係愛，所以人咧會有愛，咁你呢度我冇顯示啊，就係動物都有動物嘅愛嘅喎。有一次我見過一個動物片咧，好奇妙嘅，
有一隻我唔記得牛仔啊，係好似係牛仔。只牛仔咧就即係嗰個媽咪咧，本來同個牛仔一齊。咁啊有獅子嚟咧，個媽咪走咗喎，整翻只牛仔喺度。嚇！點不知嗰只獅子咧走埋去咧，獅子乸咧走埋去喺度舐佢喎，喺度照顧佢。甚至後來有第二隻獅子想攻擊佢，佢就保護嗰只嗰只牛仔喎。即動物都會有母性嘅，佢有時咧佢都會照顧一啲唔係佢同類嘅動物，係本來佢食嘅。咁咧，即係呢個神造動物咧，都會有佢嗰種良善嘅性格，同埋人第一隻手嘅構造係好好嘅。神造我哋嘅手係有温暖噶，你而家可以捉住隔離嘅手一陣，感受下隔離嘅手嘅温暖，同埋好奇妙嘅。你有冇發過一樣嘢咧？人嘅手咧係即係嗱，你可以咁樣握啦，或者你咁樣握啦，即係都係舒服嘅，係咪啊？就唔會嗱，如果你錯咗一邊咧，你嗱你試下隻手啦，你試一試啊！你試下兩個手拍埋啦，係咪你好自然一個方向㗎？你試下倒轉個方向，係咪有啲唔掂㗎？有少少唔係好舒服嘅感覺，即係個手咧係有一個方法嘅，但係咧我哋拖人嘅手咧，無論係正面拖或者打橫拖，都係一樣會舒服嘅。咁呢個都係一樣神造嘅奇妙嘅嘢，神造我哋嘅手係可以拖住咧係舒服嘅，咁同埋手可以表達感情嘅。就呢個人跳舞，即係人嘅身體好奇妙嘅，可以跳舞，可以咧有不同嘅動作。哈利路亞，感謝耶穌，哈利路亞，即係可以咧人可以有舞蹈，有你身體咧可以做不同嘅動作，同埋做嘅食物係好多款都係好好食嘅。其實有好多人就話點解你中意食？點解你唔落咁重味咧？我話其實神嗰啲本來啲食物都好好味嘅，但人咧總要加咩都要係豉油味，豉油味唔一定好味嘅喎。但係好多人中意豉油味，但其實咧好多神做嘅都係好味嘅。有冇發覺瞓覺都係好好噶，好舒服嘅喎。神做瞓覺係好好嘅喎，咁日神瞓完覺咧又會恢復翻嘅喎，身體咧又有個時鐘嘅喎，佢會逐個器官會修補嘅。啲都係神嘅美好，神啊，你真好啦！你創造瞓覺真好啦，哈利路亞！同埋咧，做一啲自然界嘅地方俾你可以享受嚇，即係喺度享受。你都睇到咧自然界嗰種美麗啦，同埋人與人之間嘅溝通啦，嗰種美好啦，同埋音樂啊，呢個即係代表音樂，聽到音樂聲、聲音啊，都係好靚嘅雀仔聲。我係好特別留意動物啊、雀仔啊，啊，即係我去到邊度咧？我係特別快留意聲音嘅。我同我太太一路行嗰時，尋日已經喺個商場行時，已經聽到我一路行咧，一路唱話啊 ，We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， 因為嗰個破緊。當我一路唱嗰時 ，Shirley 就話：啊，你唱我先留意，原來播緊呢首歌。即係我一聽我就會聽到嘅。去到邊度咧？我一入。嗰、那個洗手間，咦？那個洗手間有音樂，我即刻已經即刻聽到，即係神俾我係對音樂好有敏鋭嘅。咁咧呢個都係神做音樂係好好嘅，能夠讓我哋享受嘅。呢啲一切其實喺自然界中所有嘢，你都話神真美好，神真好。咁你嘅心就中意神咧，你就容易祈禱啦。你嘅心就容易經歷神啦，同埋珍惜神嘅完美啊！一齊讀嗰句嚇，世人不會有人像他對我們這樣好，即係世界冇一個人好似神咁好嘅。如果你見到一個好好嘅人，即係我都曾經用過呢個比喻。假設你未結婚嗰陣時，你廿零歲見到一個廿零歲嘅異性又好愛主，佢一見到你咧，即刻被你吸引，即刻定曬型，每一次都揾你，每一次都望住你，你嘅心會唔會好歡喜有個咁嘅人啊？喺個時候。即係喺你好想揾到個配偶嘅時候，而有一個人對你咁好，你就話：哇！呢、這個人真係好啦，好多樣嘅好。但係呢個人總係你數來數去都不及神嘅好嘅，係咪？喺呢個世界上冇人好似神咁好，所以當你諗到冇人好似神咁好，一直跟我講冇人好似神咁好嘅。當你成日記曬呢句話，神係咁好咧，你就會好中意神，你就容易經歷聖靈啦。即係因為點解我呢幾次講呢樣嘢，就係因為有啲人話好似敬拜好難投入，或者祈禱好難，因為我話啊，你都
諗耶穌已經充滿喜樂。有啲人話太過難啦，牧師點樣去到呢個位啊？牧師點樣可以投入啊？即係隨時哦，哈利路亞，一路唱耶穌，耶穌，耶穌。嗱，有啲人就好中意，有啲人。哎呀，牧師，你唱咩歌嚟㗎？哎呀，呢啲歌，哎入唔到，有啲人入唔到，咁所以我今次咧就想幫你哋，呢幾次就想幫大家去入到，就諗成日諗到神嘅好咧，你一諗到神嘅好咧，就唱乜都好啦。耶穌，耶穌，哈利路亞，我愛耶穌，哈利路亞，喺裏面咧，喺個心裏面湧出嚟就好容易有喜樂。好容易有平安，你又用時間去親近神，你就有平安。冇人好似神對我哋咁好嘅，冇人為我哋死嘅。有冇人肯為你送一個電腦俾你咧？有，有機會，有機會。咁你都覺得佢好好噶啦，係咪？如果佢係買個新嘅送俾你，你會唔會更加感動啊？唔係話用剩嗰個啊，佢話我而家 upgrade 咗啦，我而家送個舊嘅俾你啦，係嘛？佢係送個新嘅俾你，你會唔會好開心啊？好開心啊！俾個電腦都開心。如果你需要個內臟，有個人真係捐俾你，係活生生捐俾你，你會覺得幾好？有即係你嘅心會有咩回應啊？哇！佢居然肯活生生割一個腎俾我，以後佢腎咧，佢只有一個去用，真係好偉大。但會唔會有個人肯為你死呢？嗱，當以喺中國古代要斬頭，有冇人睇有個人代替你？我為你斬頭啊！你唔使斬頭，我你有咁多屋企人，你好慘，我得一個人，我去斬頭啦咁，我死咗都唔緊要噶啦咁，冇乜人咁樣樣。但係神就為我哋而死，所以希望大家唔好聽到耶穌死咧，好似覺得聽得太多啦，唔好咁樣諗，而係咧覺得係一個極大嘅好消息。喺呢個彼得行嘅水就跌咗落去啦，呢個亦都代表我哋成日都會跌咗落去。但係神永遠係點樣啊？神永遠會唔會咁啊？踩你一腳，誒流下水飲下水先，等你知道下次唔好咁擔心啦。神會嘅，永遠都係去輔助，而且當人唔肯聽話，佢依然輔助；唔聽話，佢依然幫。即係神真係好好啊嘛！永遠你親近神，永遠係俾愛你嘅，係咪啊？神造的宇宙也都是非常完美的，我們覺得很自然，那些星球這樣轉動，它稍微偏差，我們已經可以火星撞地球了，已經全部什麼都沒有了，還有地球稍微近一點太陽，我們已經全部燒燙了，變成炸雞，離開遠一點我們就變成雪藏雞，全部雪藏，全部呢就即係無論點樣，稍微變一變已經係唔掂嘅。同埋有一日去到天堂，哇！嗰啲人去過天堂都話真係好得緊要咯。哎呀，真係充滿愛，真係開心啊！你會唔會覺得好好啊？會唔會想即係有時有啲人都會想快啲去，未必今日去，不過即係有時想快啲去天堂，開心啲。我真係好中意去天堂㗎，不過我依然話等耐啲仲好，因為點解祝福更多人。等多啲人去得到天堂，你無論神做乜嘢都係咁好嘅，係咪啊？神救我，你諗翻神救你係咪用咗好多人去幫你啊？其實神真係用咗好多人幫我哋救我哋，提升我哋嘅靈命係好大嘅恩典，所以希望大家成日都話神真係好啊！一齊講啊！神真係好有感情嘅，冇人好似神咁好噶。呢一樣咧就會幫我哋，真係咧成日都感激神啊！好啦，第五咧就係同神建立深深相愛嘅關係。當你深深相愛的關係，你自然同神咧你就得力，你就自然咧你就會好容易通啊。其實同神係咁樣嘅，你越遠咧就越難通嘅喎。點解咧？越遠嘅人咧，佢祈禱咧，佢感覺好似覺得神遠啊。雖然神都會嚟到佢身上。佢安靜喺，我可以嚟到神嘅身上。當我一信主，我已經發覺呢樣嘢。我唔知道大家有冇呢個經驗。我初信主，我就好快睇聖經，即刻被吸引喎，好中意睇，好快睇咗本聖經好多次。同埋咧，我喺初信主嘅時候，一祈禱咧，我就覺得好平安，又覺得有喜樂，一唱詩歌又喜樂。大家有冇呢種經驗啊？其實咧，呢個都係神臨在喎。
但有啲人就話唔係嘅，祈禱好似冇乜反應喎。嗱，點解會冇乜反應咧？佢唔係一定話佢初信就同神遠嘅。其實因為我初信嘅時候，我真係好信耶穌係真嘅，我真係研究佢係真嘅，所以我就好信，研究嗰啲證據知道佢係真嘅，我就好單純咁樣信。咁樣單純信咧，神已經會臨在嘅。但係點解咁多人咁難經歷神啊？因為點解咧？因為佢嘅心就係，唉，神都係幫唔到嘅。唉，信耶穌啲迷信嚟嘅啫，冇乜大用嘅。啊，唔緊要嘅，犯下罪，耶穌會赦免噶啦。咁即係總係有呢啲咁嘅意念啊。總之個心裏面咧，同神係總係有種距離。呢一種人祈禱嘅時候係好難經歷神。佢哋咧係會一路祈禱咧，又一路話啲真定假，同埋會成日都係諗住自己要乜嘢，要乜嘢，神都未俾我，個心就會有一種埋怨啊。咁嘅人咧係好難經歷神，但越同神親近。嗱，我初信嗰時同而家比係真係完全冇得比，相差好遠。因為我任何時間一諗耶穌，我已經全身冧曬。我形容俾你聽，我全身係舒服到不得了，佢叫我哋肉身安然居住，心靈又開心，又可以感受神嘅愛。即係你越親近咧越好嘅，呢個就係點樣人能夠更容易經歷神，更容易投入咧？就係你越多親近神，你就越容易經歷神；越相信，越中意神，你就越容易經歷神。你成日都話神真係好，一起身就話耶穌真係好啦，哈利路亞！咁嘅時候咧，你就能夠隨時隨地同神有呢個關係啦。馬可福音十二章三十節一齊讀嚇，你要盡心盡性盡意盡力愛主你的神。你睇呢幅圖畫。呢幅圖畫係咩嚟㗎？睇得到咧，由初頭你睇咧，唔知點解會有個耶穌釘十字架，個女仔走埋去嘅咧。原來咧，睇到張台啊，有花樽啊，即係個細路女咧，佢知道耶穌好，佢爬上個台嗰度，佢嗰度有幅畫，佢就爬上台嗰度，就攬住呢個，即係呢幅畫嗰個耶穌啊。即係個小朋友有時就會咁樣對耶穌咧，對神有呢種咁單純。盡心盡性，神真係好，神對我哋咁好。呢、這個世界上有冇人稍微接近好似神咁對你好啦？有冇啊？冇一個人即稍微接近啊！即當然有啊，但係好遠啊，係咪啊？都好好噶啦，已經好好噶啦。但係同神依然係相差好遠嘅。既然係咁嘅時候，我希望大家都會盡心盡性，成個心性咧就成個靈魂去愛神。盡所有的意志和盡所有的力量，同埋呢個心靈的祈禱啦。啊，約翰福音四章廿四節，呢、這個就係聖靈充滿的鎖匙啦。因為咧，神是個靈，所以拜他必須用心靈同誠實，整個靈魂啊。因為好多人是用思想、用個頭腦、用個口嚟到敬拜，所以佢哋好難經歷神。咁啊，思想、意志、感情，記唔記得啊？思想、意志、感情就係整個思想完全認同曬神啊，最好。整個思想嚟到去感激神，去愛神。神啊，你真係好啦，你係創造一切嘅，你係最對我最好嘅，你係凡事祝福我嘅。個思想完全感激神，由意志我決意將生命俾耶穌，我整個生命俾曬耶穌，同埋感情同神建立一個深嘅感情，成日都一起身就會諗到耶穌嘅。你一諗耶穌會幾次咧？幾次啊？幾十次啊？幾百次啊？幾千次啊？係邊一類別啊？係三次啊？抑或十幾次啊？抑或幾十次啊？我希望大家咧養成嘅習慣係隨時隨地不斷嘅。哈利路亞，耶穌真好，耶穌真好。嗱有一日咧，神咧成日都同我哋講説話嘅。有一日我聽聖經嘅時候，聽到句説話，就係咧講到五千、二千、一千兩銀子嘅比喻，咁啊。呢、这個主人就同呢個僕人講啦：，你在不多嘅事上有忠心，你係有良善有忠心嘅僕人。我話點解呢個賺咗五千個都係不多事上有忠心咧？咁我就諗到其實人周時一日咧，可能好多地方冇聽神嘅話嘅，即係未必佢未必犯罪啊，佢冇諗到耶穌啊。所以我由嗰日開始，我就話提醒我自己，每日盡量成日諗耶穌，成日感激耶穌，盡量成日個心都係同神相連。我覺得神都未必會話有人話你係好多好多事上忠心，神都話，不過神會話你比以前多咗好多事忠心，咁我已經好開心啦。
即係我哋未必真係做到係好多好多事實中心，但係咧已經多過以前。感謝耶穌，你想唔想多過以前啊？多過以前中心，咁咧神係歡喜嘅。越係咁嘅時候咧，神越中意你，成日都中意神，你自然好容易經歷聖靈嘅，因為神係有反應嘅，有回應嘅，你中意佢，佢一定嚟到你身上嘅。我哋講到個靈咧，好多人就好難形容啊，但我會咁話俾你聽，喺呢個心嘅深處嘅深處嗰度發出，係真係呢度心，但唔係呢個心臟喎，唔係心臟喎。我係發覺喺呢個位置，好多人都係發覺喺呢個位置嘅，喺個中間。在那裡發出來的，有多少個試過做過這個人在裡面發出來啊，裡面就會有喜樂平安，或者覺得平安的輕鬆，有多少個試過，你現在試著做一下，在這裡耶穌我愛你，耶穌我愛你，你試著在這裡發出來，在心靈的深處啊，耶穌又好像整個靈魂在這裡飛出來啊，飛去神那裡。有幾個覺得在這裡發出的時候你覺得是有平安喜樂的，舉手，有幾個你發覺呢，你試一下做一下，是真的 是這個位置的，不是只有我一個人說，有很多人都有說過這件事，試一下做一下，但是他的意思是整個人，整個靈魂，哈利路亞，即是整個人向神去發出對他的愛和感激，極度感激每一樣嘢，係極度感激，哇！真係好啦。嗱，譬如我用一個例子，有一個人真係送一個電腦俾你，一個全新嘅電腦，你會唔會哇捉住佢？你真係咁好嘅，對我咁好嘅，咁會唔會咁啊？就起碼你會真係會一定話俾你聽，你真係好啦，你一定會好強烈表達。而神俾我哋咁多好嘢，你會唔會捉住耶穌？耶穌你真係好啊，真係好啊咁。我就係想大家極度強烈嘅、極度嘅感激。希伯來書十三章十五節，我們應當靠著耶穌，常常以頌讚為祭獻給神，這就是那承認主名之人嘴唇的果子，即係成日都係頌讚感激。哈利路亞，成日都感激神咧，呢、這個就係我哋嘴唇嘅果子啦，神所喜悅嘅極度啊！記得極度，所以在敬拜的時候，我成日都話投入啦，投入啦。但係我喺內中見到人喺度坐喺度傾偈，可能嗰度傾偈，我可能都係幫人。不過我希望嗰時間都唔好幫住，遲啲幫。每一個都喺度投入，咁嘅時候咧，神嘅臨在會加強。神嘅臨在加強好唔同嘅。我去到啱啱去到宣教咧，上一次我講嗰度咧，係一個教會嗰班人係特別投入，嗰個牧師又特別投入。他們真的很投入，當我為祈禱的時候，是沒有一間教會好像那間教會那麼強烈經歷，是很多個即時感受到神的能力的，是因為他們很投入的時候，神的臨在就強烈了，希望大家都是這麼強烈。還有我說過很多次的，當你感覺搖動，不要撐，不要用個撐腰弓，不要練習習馬，因為呢當你一放鬆，神的靈一湧入來，是即時可以有些人即刻有感動，即刻會有些會喊啦，有些會喜樂啦，有些去過天堂又翻落嚟嗰種啦，唔係即刻去咗天堂嗰度，係即時可以好開心。你試一下，請你唔好攔咗聖靈工作，你只係渴慕。當你感受聖靈嘅能力，又唔好用退步功，係放鬆嘅人，讓神嘅靈一時臨到你嘅身上，俾咗好感激神，成個時間好感激神。好啦，點樣感受同飽得神嘅愛啊？第一，從萬物咩嘢見到都感謝神，哈利路亞。嗱，就算啲膠凳，你話膠凳同神有咩關係咧？膠凳係人造啊，但係啲膠喺邊度嚟咧？橡膠樹嗰度嚟㗎，係嘛？即係其實我哋掂親乜嘢，見親乜嘢，玻璃就係神造嘅沙，裡面有 silicon 石啊，可以做玻璃。即係其實好多樣嘢。我哋見到嘅，我哋用起上嚟覺得好自然嘅，都係神所創造嘅，同埋我哋人會有呢啲嘅質素，都係神俾我哋嘅，都係非常好嘅。喺萬物，從聖經睇聖經嘅時候，唔好淨係睇表面啊！任何一句説話都會睇裡面嘅意思。神喺我哋前後環繞，我就成日神真係好啦！你而家環繞住我，佢話應用喎。神而家喺我前後，即係你行路都係咁行喎。神啊，多謝你而家喺我前後環繞我，真係好啦。哈利路亞，真係多謝耶穌。
即係有呢種嘅回應啊，記實佢。神而家喺我前後環繞我，唔好淨喺聚會先用呢句説話，成日都話神而家環繞緊我。咁有啲人又會反駁啊，幾時有啊？你一祈禱有神嘅臨在，即係話神喺你前後環繞你。神咧係時時俾佢感動你，叫你去回應神嘅。呢個就係神同你講嘢啦。耶穌嘅救贖，居然神嘅兒子為我哋而死，係我哋不配嘅，但係佢居然為我死，係好大恩典。如果唔係，我哋根本個個都要落地獄嘅。你諗下，如果個個都要落地獄，係人生真係好慘喎，係咪？人生只有幾廿年，而死咗之後就必然落地獄嘅時候咧，係好慘。但係而家我哋係有盼望，係非常好嘅。同埋多親近神，可以經歷神啊。當你越愛慕神，你就越經歷神啦。同埋喺生活中嘅幫助，所有都記住，記實記實記實。我成日都記住嘅，即係神做嘅好多樣嘢我都記住。我以前因為打波打得劇烈咧，我身體上有幾個關節痛嘅，但係而家咧係唔痛嘅。感謝耶穌，哈利路亞！真係感謝神。我未經歷聖靈充滿之前，有時講講得到咧，又唔係好記得自己講緊乜嘢，有時講講下咧斷咗啊。即係而家冇呢個情況，感謝耶穌。越大咧。是否越喜樂的時候，其實就已經慢慢就會改變？是啊，越喜樂，神的同在，因為當人輕省和喜樂，整個人都通的，智慧又通，身體又通，就不會那麼快老的，又會開心很多的。所以大家呢，你人開心，其實神做我們是適宜開心生活的，是不是？是不適宜煩惱的，很容易而已，你這個真理很容易發現，是嗎？當你在煩惱的時候，發覺吃東西又吃不下，是嗎？睡覺又睡不到，是嗎？即是不適宜的，我人是不適宜，因為一煩惱呢，根本就是會阻塞交通，那些血管、那些神經線全部阻塞。當你一開心呢，順暢回來，你想想都快一點，是嗎？如果你考試的時候很緊張，是想不到的，但是你考試的時候輕鬆，反而你想到的。這個就是生活上的幫助。其實我每一次都記得神怎樣幫我，每一樣東西我都記得的。神的服侍經常都在我前後環繞我，按在我身上，經常都在這裡的。感謝神。神是不是妹仔啊？神絕對不是妹仔，但他好像妹仔，並且好過任何妹仔。妹仔都不會24小時跟著你，是吧？但神是24小時服侍，是不是神得閒過頭呢？同埋神可以咁喎，神又俾我意念，神係可以創造咗我哋，救咗我哋，跟住佢上天堂瞓喺度。我而家瞓下覺，唔該你哋自己搞掂自己啦。你搞掂得你就嚟啦，你搞掂唔到你自己負責。我都冇錯嘅喎，啊神，如果唔係成日幫你，你都冇錯，神都冇錯嘅，係咪啊？佢已經將耶穌賜俾你，嗱你睇聖經，你自己聽話得噶啦。但係神係成日都服侍嘅，並且成日都服侍嗰啲唔聽話嗰啲，佢都服侍嘅。咁所以呢個咧真係好好嘅，成日諗住。所以你成日都諗住耶穌喺我側邊，耶穌喺我側邊，哈利路亞，咁你咧就會容易啲。同埋一樣呢個好重要嘅鎖匙啊，神俾我，因為我自己有一日體驗到，好多時人祈禱就係耶穌求你幫我啦，耶穌多謝耶穌，感謝耶穌，即係向住空氣咁講嘅啫，多謝耶穌。我哋諗住耶穌喺度，你唔使諗個樣嘅，嗱呢度話唔使用耶穌嘅形象，就是、耶穌就喺度嘅，因為聖經話咗佢喺度嘛。佢就喺度噶，所以我心諗住耶穌啊，我知道你喺度噶，我知道你好中意我，我知道你好歡喜我，可唔可以咁？你一齊跟我講啊，即係大約咁嘅意思。神啊，你喺度噶，我中意你啊，耶穌你而家喺度服侍緊我啊，真係好啊，哈利路亞！希望大家成日親近神都係咁樣款嘅，就唔好似點咧？哎呀，神啊，你喺邊度？快啲嚟幫我啦！我而家冇錢啊，唔該你啦，快啲啊，我就嚟死噶啦！即係唔好咁諗啊！而神是根本成日想幫我哋，就算有困難唔緊要，神就想你掹住，掹住佢就會為你開路嘅。個人性禱告唔好向空氣禱告，唔係就係向空氣向神嘅，同埋極盡感情力量同埋靈魂去回應神，成個心全個心，盡你一切嘅能力，一齊讀下詩篇73:25。除你以外，我天上我有誰呢？除你以外，在地上我也沒有所愛慕的。真係捉實耶穌，耶穌就係我一切，耶穌係我一切，哈利路亞！有啲感情嘅回應啊，呢個都係聖靈充滿嘅鎖匙啊！唔好淨係係咁以，同埋深信，好重要深信。即係有啲人咁喎，佢不斷嗌嘅耶穌，唔該你求你快啲充滿我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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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求下耶穌你幫我，幫我，幫我。即係但係佢唔係好相信嘅，
但係耶穌好想充滿我㗎，耶穌好想充滿我，真係好簡單嘅。咁一諗咧，你就容易啦，你就會好容易有喜樂嘅。尤其當你有喜樂，希望你保持。我真係好渴慕，當我經歷喜樂嘅，我係一路翻屋企咧，喺個車上，因為我笑出嚟嘛。翻到屋企同人笑，日日都喺笑。點解咧？我想保持，我唔想翻到屋企冇咗。我就係一經歷喜樂就即刻咁。但我見到你哋有啲人經歷喜樂啦，第二次咧好似 start 火硬係 start 極都唔起咯，硬係 start 極都唔起嘅點解？但係都未有喜樂，即係點解咧？未冇翻屋企保持啊！當你翻去保持，你就隨時隨地都能夠有喜樂啦。即係個心全心全意，隨時隨地。好投入，釋放有享受心態，感激地感激同埋愛神，即係好投入，好鬆啊，享受嘅。神係想我哋享受嘅，因為神做萬物咧都係創俾我哋享受嘅。喺度親近神嘅時候，有享受啊。有時有啲人領敬拜咧係好猛喎，好急喎，好緊張喎，其實唔使嘅，好鬆，自己去享受神，侍奉都一樣。侍奉一樣好輕鬆嘅，唔使壓力嘅。做組長唔使咁壓力嘅。你當你開心咧，啲人就會被你感動改變噶啦。你越猛越急咧，要催逼佢咧，佢就越難改變嘅。你越輕鬆咧，越關心佢哋咧，佢就越容易改變嘅。嗱，整啲用心靈咁樣同神講，一齊讀啊！主啊，你就喺我呢度祝福我啦。你在整天愛住我啊！你成日愛住我啊！你喜悅親近我，你好歡喜親近我嘅。你樣樣皆能啊，乜嘢都得嘅。你看重我，提升我；你睇重我，又提升我嘅。你將我的生命變得美好啊！你將我生命咧變得越嚟越美好。有你真好啊！你救我脱離各樣嘅問題，即係成日都係講正面神所做嘅功，成日都感激。哈利路亞！呢個咧就係聖靈充滿嘅鎖匙啦。不同程度進入神嘅愛，第一個程度係知道有神嘅愛，好多基督徒都知神愛世人，就係知道啫。第二係相信信啦。第三咧係任何環境堅信啊，就算炒魷魚，一樣相信神一定幫我嘅。啱啱俾人鬧完，唔緊要嘅，神依然愛我嘅。就算啱啱家庭有啲咩發生，神依然愛我嘅，即係環境。咩環境都堅信。第四咧，喺親近神同埋生活中經歷啦，經歷神嘅愛啦，經歷即係有啲人淨係相信，但係佢少經歷，或者佢冇留意佢嘅經歷。然後第五咧，享受啦，享受另一個層次喎，即係話啊，有神真好，我可以享受神，我就係開心，因為有神。嗱，你跟我講，我開心因為有神，我開心因為我可以經歷神。可以享受神真好啊！哈利路亞，有神真好啊！然後第六咧就被佢激勵啦，唔係淨係咁經歷到啊，係激勵啦！嗱，一齊讀一讀嗰啲 keyword 啦。第一係知道、相信、堅信、經歷、享受、激勵啦。再讀一次啦，記一記嗰個層次啊！知道、相信、堅信、經歷、享受、激勵，係啦。即係經歷唔係代表享受啦，好多人經歷聖靈點咧？啊，點解佢咁喜樂我冇嘅咧？自己有喜平安啦，但係佢有點解我冇嘅咧？即係成日諗呢樣嘢喎，就唔係話我有平安真係好啦，哈、啊！你都又有平安真好，唔係即係變咗負面思想啊！因為有平安真好啦，感謝耶穌。呢度有幾多個喺祈禱有平安嘅？舉手，有幾多有平安？嗱，個個又應該個個都好感謝神啊，係咪？嗱，如果冇嗰啲，你揾下我哋同佢祈禱啦。哈利路亞！呢啲係。檔案放在這裡是你可以去下載的。我希望今次所講的幾次所講到的，我們今次講記不記得幾個要點？第一就是神是創造和掌管一切的，一起講，神是掌管一切的，所以是沒有什麼，是沒有走雞的，你走不掉的，你走不掉 你走不掉，所以你不如你降服在神面前，是不是？越行神的路越好，越愛神越好，不愛神反而絕痛苦的。第二是什麼？親近神神就祝福的。第三是什麼？神超越人的。第四，從神的作為看到奇妙。神的作為看到神的奇妙。然後第五就是怎樣
深嘅呢個相愛嘅關係。求主幫助我哋咧，真係喺神裏面咧進入呢種深度嘅關係。嗱，我一齊起身。其實跟啊我，嗱你留意我嗰個嘆，我嗰個唔係嘆息嚟喎嚇，唔係，唉，我係，啊，有啲分別噶，大家留意啊，係，啊，哦，哈利路亞，哦，耶穌，有你真，哦，你喺我前後環繞我。安守我哋身上，哈利路亚！我日日享受你，日日享受耶稣，有耶稣真好啊！我要全心跟从耶稣，全心跟从耶稣必然蒙福嘅。哈利路亞，幫助我哋個個都做發燒友。哈利路亞，又輕鬆又享受耶穌，我哋可以輕鬆。哦，我有這喜樂，主耶穌賜給我，我有這喜樂，主耶穌賜給我，我有這喜樂，主耶穌賜給我。被世界所奪去，哈哈哈哈哈哈！感謝耶穌，有你真好啊！有你真好，多謝天父，讚美天父，祈禱奉主耶穌聖名，阿門。坐先啊！我想問下大家，神嘅心又唔係我哋個個咁輕鬆噶，係喎，神係叫我哋，佢話我嘅轭係容易，我擔子係輕省喎。神冇話你哋好緊張啦，緊張去扶我轭啊，緊張。不是喎，係輕省嘅。我呃係容易係輕省嘅。我好想將呢個咁嘅教導傳俾更多基督徒，因為太多基督徒係有壓抑症、憂鬱症、壓力感、煩躁、好猛整，好似猛姜咁樣，好唔開心，又經歷唔到聖靈。我希望我哋更多經歷聖靈，你能夠向你周圍嘅人去分享，你就會影響周圍嘅人。